喽，各位同学，因为昨天的网速哈，因为有点不太稳，所以老师把影片拉下来。拉下来原因是因为那个影像有点模糊。那今天呢，潘老师特别让你看得稍微清楚一点，也听得明白一点。第一个，先谢谢昨天来线上收看潘老师直播的同学们。其实这次我纯粹只是要感谢大家，就是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因为这个我的代言的这个产品，然后没想到第一波跟第二波很快的就爆了。就完全没有了啊！100只全部卖完了。那当然，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去比较，你有去尝试，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个产品是值得你珍藏的一样东西。潘老师也非常诚心，也谢谢你啊，让我们厂商也非常开心。所以昨天在现场，记不记得？昨天在现场我有说过，我有跟厂商讲过，然后大家因为一起的意见，所以厂商觉得说 OK， 他愿意在第三波再开多加100台。再开多加100台，我是说，因为现在没有货啊，没有货。我们是德国的品牌，但是我们要从那边过来货之前，在这个货运当中，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。第一波、第二波的同学，这几天你都会收到货，你都会陆陆续续收到我们这支筋膜枪啊。记得你在拿到时候的第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记得先充电。OK， 我们待机可以4个小时，3到4个小时，看你如何去运用它喽。所以今天要特别谢谢同学们。好，在你运动跟着潘老师一起跳舞的同学，可以这个让自己的肌肉放松一下。那真主要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。最主要就是在想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么畅销，为什么会这么热卖？其实也出乎我自己本身的意料之外。但是我相信你在比较之后，应该就有一些把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昨天有一个同学我有说过，昨天因为我在签了10个袋子里面，有一个同学他立刻下单了。那个同学我们已经收到了，同学你记好，我收到了，我会特别署你的名字，然后再特别给你，好不好？那十个当中，目前你只要先回留言在这个版面的，你现在只要留言在这个版面的10个人之内，我都会签你的名字啊，我都会签你的名字，属于你特别的这个这把筋膜枪 ，OK？ 啊，我们现在预定的时间应该是目前你现在开始买的货，我们会在5月30号出货，好不好？我们会在5月30号出货，因为这个前面买的第一波、第二波这几天你都会陆陆续续收到东西了 ，OK？ 好，潘老师在特别在稍微解释了解，让你知道一下真正的筋膜枪为什么它会这么的热销。当然，第一个潘老师非常希望就是当你拿到枪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去比较任何每一个你的朋友，甚至有筋膜枪的同学们，这是一支我认为是它是筋膜枪界的 LV， 也就是算是筋膜枪界的苹果。它是可以保存的，它是可以让你值得珍藏的一把枪，而且它的质感非常好。第一个，你看不到它任何的螺丝孔。它是一体成型的一把枪 ，OK， Brabham 这是德国的大品牌，上面专门做所谓的汽车音响啦，还有汽车的引擎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大品牌 ，OK。好，我们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，它的重量比较轻，大概只有1公斤啊，就跟我们平常喝的水保特瓶差不多的重量 ，OK， 很轻松的一把枪。第二个，我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枪头5个地方。每一个枪头它都是用亲肤材质，所谓就是软细胶，你打到身上打到肌肉是不会疼痛的，不会疼痛的。然后每一个头都是软细胶，这次还特别为了女生设计了，你可以打你的脚的小腿跟阿基里斯腱 ，OK， 这都是软的细胶，当你打到身上甚至肩膀的时候，它是不会疼痛的。我们还有所谓的真正的脚底按摩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把枪哦，这个枪头都不一样。但是你就说，老师，我应该怎么样记得它的每一个功能会打在哪里？这就是我告诉你它神奇的地方。我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的人性化，它有一个功能的罗盘显示。那这个罗盘显示非常的特别，就是我现在好比说我随便抓一个头，好，随便抓一个头，然后呢，我把总开关在后面，我把总开关打开，这边呢，在你的枪把上面你就直接就可以按键了，所以你不用每次去调，甚至去调后面。好，我。按键一压之后，它开始震动。来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你在市面上所看的任何一支枪，当他们在介绍这把枪的时候，它后面的背景音乐是非常大声的，所以你听不到枪的声音。我现在不讲话，我让你听这个枪的声音。现在没有背景音乐哦，你现在听这个枪的声音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。即使你在图书馆念书的时候，你在公共场合念书的时候，你都可以一边念书一边使用，因为呢不会干扰到其他人，它非常的轻，
没有声音，声音非常非常的小，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。第二个，这个枪头到底是打哪里呢？看，这就是他最神奇的地方。AI 的功能性的罗盘，它可以告诉你每一把枪的枪头是打在哪一个地方、哪一个部位、哪一个肌群。同学，你请你记好，当你去做按摩的时候 ，maybe。这个按摩师今天可能做了5个客人或者6个客人，他非常的累。当他在做到你的时候，可能他也累了，他没有办法按，就是没有办法帮你按到所谓的深层的肌肉。我们的筋膜枪每一段都是打在最深层的肌肉。来，你看哦，现在我是跟你讲这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可以，我长按住，它就会暂停了。我换一个头，然后我告诉你说，啊，现在，这个头，老师，这个头到底是打在哪里呢？你看，我现在当我在启动的同时，它又显示它不一样的地方了。他是不是告诉你，他现在必须打在你小腿的部分、脚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功能的枪头上面都会显示哪一个枪头，然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功能是告诉你，15分钟之后它会自动的断电，因为不要让你使用过长，也不要所谓让你的运动伤害造成的这个枪对你身体的不好。OK， 所以请你记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功能性的一把枪，这是我喜欢它的地方。每一个枪头都会有它不一样的显示功能显示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这一把枪，当你发现了之后，当你喜欢了之后，当你也去做过比较之后，你就马上下单。我有非常多的同学，至少有40个以上的同学在我的私信里面留言，老师，我去上网找到了，我去上网看到了，没有错，他看到的价钱都是12900块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东森在卖的时候也是9000多块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说，为什么我们枪会在这么短的时间，爆量？全部卖完了，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在这个连结里面，你只要可以找到7580块还要低的价钱是跟我一模一样的，公司绝对赔给你1赔3，这是潘老师挂保证的，你绝对不会再有更低的价钱。所以这个价钱大家会非常的喜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连结，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你才找得到。 OK 好吗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其实我今天是要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，谢谢你们对我的这个产品的分享。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值得珍藏的东西。你家里面平常都会放一些什么感冒药啊，都会放一些什么东这个胃药啊。那当你肌肉酸痛的时候，或者家里有老人家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使用它，你也可以珍藏一个这样的东西放在家里，也可以随时让家里面的人可以放松一下肌肉。还有我们那些在当计程车司机的啊，或者开公车司机坐久的办公室的那些人，你都可以使用在任何一个部位，在任何一个部位。这就是平常老师在运动完之后，我会对我自己本身的胸大肌做一些这个调整，会让我的二头做一些调整。 OK， 这都是我会去运用的。那你也可以帮家里面的长辈按摩一下大腿，股四头肌大腿你都可以运用，好吗？潘老师的分享今天就到这边了啊。那我就是说，因为昨天的影片不好，所以今天想让大家能够更清楚一点。记得如果你现在在下单，可能会在5月30号之后才可以拿得到啊，因为第一批的已经完了，所以5月30号之后你才可以拿到第三批的啊，第二批的前面都已经这几天拿到之后，记得赶快充电哦，好吧？谢谢同学们的支持，谢谢你喜欢潘老师影片。马上的我们的咖喱饭，我们的咖喱饭要再推出续集了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。谢谢你们喜欢，谢谢你们啊！好了，那我就补足昨天影片看不到的地方，好，我们就下次再聊喽 ，OK。